今天假日耶，我们中午要吃什么？还没有想法。外面吃不营养，也不安心。还是我来煮吗？不会啊，交给我。溯源餐厅是不错的选择。你看，用阿嬷溯源餐厅 App， 或是有心溯源餐厅官网，可以找到溯源餐厅啊。什么是溯源餐厅啊？溯源餐厅就是使用具有产销履历食材来料理餐点的餐厅啊。可以在餐厅的内外看见溯源餐厅的相关标示，有些还有表示产销履历食材使用积极度的星级标示哦。用餐时可以用手机轻易查到溯源餐点到底是使用了哪些产销履历的食材。哇，这里可以看到食材的产销履历内容，是谁生产的，产地在哪，验证机构是谁，验证有效期限等等资讯耶。没错，公开产销履历使用资讯的溯源餐厅，提供安心、健康、可溯源的食材料理。哇，这看起来好好吃哦。哎哎哎，这下怎么样？走吧，我们就去溯源餐厅来场约会吧。Let's go。